冰冰宝贝快乐启蒙，挖掘机终于冲出来了，不过他发现前面没有路，没有路怎么办呢？挖掘机发现高台下面有一个按钮，挖掘机伸出长长的机械臂，使用挖斗去按了一下按钮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海面上突然出现了很多木板，这些木板很快就连成了一座桥，不过这个桥看着很脆弱，挖掘机看到桥就立即看了上来。这个桥可以承担挖掘机的重量吗？会不会被压垮呢？挖掘机想要快速通过，不好，桥面要裂开了，挖掘机赶紧后退，太危险了，突然前面的桥面彻底垮塌，赶紧跑，挖掘机再次掉头，开足马力快速奔跑，桥面垮塌的速度太快了。